这次给大家录这个羽毛，我们给它做成渐变色，用3到4个颜色来做。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有一个区域，把这个区域用指示线先烙出来，先打个活结，然后在这里找个地方。连接处找个地方打个结，然后稍微烤一下。要是不太懂的话，你就可以先把这个区域烙出来；要是比较熟悉的话，那你就直接在这个区域内随意烙，烙完之后锁边就可以。那我先用初学者做法，先把这个区域给烙出来，这里到这里，按照图纸上面有标好，好，到这个位置。这个区域就用指示线烙，先用钩针把这个线压下去一点，然后在里面随意烙，注意这些地方。随意绕线的时候，注意不要这样，虽然重复走线，两个钉子之间最好不要重复走线。
然后可以稍微过渡一下到下面来。注意别弄到外面这些空隙，外面这个范围内。差不多了之后就锁边，锁边都是一样的方法。像这个交接处和下一层交接处就可以不用锁，直接跨到这边来。其实这里面还可以绕密一点，视频就先拍到这里，然后先在这里打个结。线图记得考一下。
第二根线，用这个深蓝色的线，同样打个活结，就在这里，好吧。一样，先把这里大概三分之二的地方，然后用这个深蓝色的线把轮廓先捞出来。大概到这个位置，到这个位置，然后这边也一二三四，大概就把这个区域过出来了，然后我们在这个区域随意绕，
这个步骤比较繁琐，基本上不用看这个视频，可以快进。反正只要把区域内的水老烙成覆盖的差不多了，满意的时候，然后就可以结束了。烙的差不多了，然后从这里开始锁边。
过渡的地方不用锁，然后带到这边。做这种图不锁边和锁个边，效果相差会很大。差不多到这里，打个结。最后我们用那个浅蓝色的线，直接就可以在这个地方打结了。你也可以先把轮廓先捞出来。可以随意了。
差不多这样就可以结束了。这个地方来，小兔，最后，我们再用白线把中间这一条稍微点缀一下就可以。我们从这里开始吧。差不多这样可以了，打完结就完工了。其实这个你可以随意搭配线的，这个无所谓的。你也可以直接这一块用个红色、金色、橙色
然后下面用黑色或者什么比较深一点的颜色都可以。就看自己大家想象力，喜欢什么色彩就可以用什么色彩。好了，完工，谢谢大家。